懂子懂子舞池内的学生手舞足蹈，跳得超起劲。每年吸引上万大学生参加的表特 IG 夜店趴即将迈入六周年，聚集来自全台58所学校大学生，分为北中南三天举办，预售票价格男女之别，男生500，女生200，票都卖了。17号中午却紧急po文宣布活动无限期延期，考量到疫情的部分，所以决定就是说活动暂停举办，举办日期就是要等疫情好转，不是近期的事情。这样退票的部分我们是全额退费。3月29号第一场 party 将在这栋大楼的夜店里举办，最多可以容纳1000个人。如果大家同时聚集在密闭空间，恐怕会有非常高的感染风险。其实活动不延期也不行，因为网络上早就骂翻，尤其疫情当前，民众气氛又不解，只说夜店没有停业就算了，还办大型联谊活动，甚至连最高学府的台大也被列入名单。如果主办方都继续办了，那参加人就自己负责任就好了。但是不会去了，因为我票都没买到，可是就不会去了。戴口罩在夜店应该失去很多乐趣，增添神秘感，就只有露出眼睛给大家看。活动及时刹车就是为了避免争议，毕竟高中生禁止出国，再加上大型活动取消，没道理大学生就真的百无禁忌。疫情当前，全国人民都该绷紧神经。记者卢宇宏、邱玉婷台北采访报道。